就要开始将这些蔬菜处理。首先先中火热锅一下，椰子油倒下去，再来放一点盐巴。我们先放红萝卜翻炒一下，下一个是放芋头，那这个要放着让它煎一下。那南瓜的部分呢，我们就直接放进去烤箱烤就可以了。红萝卜跟芋头都熟了以后，再把笋子放下去，放一点酱油。好，我们就起锅，先把麻油放进来这个碗里头。我们先放高丽菜，再放绿色的叶子，水滚了哈，我们就把面线放下来。好，要起锅之前，我们丢番茄，把它捞起来，在碗里头之后，然后翻两下，我们放一点秋葵。再放笋子，哦，还有南瓜，南瓜已经烤好了哈，再加一点松子，